我接下来，我想再借用我们二零一九五月十七号办的活动里面摘要出来的两个影片、两个视频来做个 demo。做什么 demo？就是结构调整的 demo。因为这个观念非常简单，所以我透过这两个影片，像。 把这管理一方面介绍出来，另外一方面是在提醒大家，我们很快进入这个七月一号的共修，没有路的路的共修大共修，可能两个都三个月，所以我一方面期待大家，假如你还没有报名，是不是这时候利用这机会投入进来？就是报名后，我是希望用这两个短的影片来。 让大家多他们两个做一点提醒，或是做一点复习，针对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是我们身心，让身心合一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同时也随时在调整我们的脊椎、颈椎、胸椎、腰椎。我我想，在某一个年龄上，是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所以很多朋友问我怎么用什么方法起步，所以我想用这两个影片，当时在这活动也是用啊那么简单的方法，几分钟来带动起来。它这中心理念离不开一个首先放松，你透过一种横式的螺旋，嗯，左右一个对称，我们。 做一个横式的画一个八字，在在这个头脑，呃两边做一个对称，从内往外啊，首先用这个肩膀啊、手啊、上下腿啊，从内往外，你做的也可以做。当时我们办活动，当然是在做的啊，做的姿势就那么简单，都可以做起来。所以我想大家在家里面懂吗、啊？其实躺在床上都可以做。 站的也可以做，坐的也可以做这是非常重要。尤其我们这几十天，希望就是大家这个气脉可以足，可以满，把这个啊气讲的气脉，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这个心的状态可以充满的能量，这个气的层面可以足，这样子容易没有念头。 一个人其实气满，他是可以讲说是最休息、最舒畅。啊，通过结构调整，其实已经把好多层面、了，身心的层面把它做一个合一。那在这里面，我也有带出来一个代偿的观念 （compensation），补偿、代偿、代偿的观念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就是不做这个调整，其实我们的身体。 透过某一个年龄，每天在不断的，我们在这个使用身体啊，走路啊，躺的、站的、坐的，它就会造出一些不均衡的现象。比如说，我们颈椎、跟腰椎、胸椎啊，会造成不均衡。但是我们要平常要上班也好，要工作、要读书、要。 面对一天，所以啊下来，我们身体自然会上中下，它会达到一个可以讲是一个对称或是个一个一个代代偿一个,个 compensation，就说我们本身造出一些局部的有些地方不均衡，但是站到整个脊椎，它是想的办法达到一个平衡，达到一个均衡，但是这个均衡。 站到整体看是一点都不均衡，因为它这个代偿是从上中下，让我们很勉强只是架构，所以这个通过好简单的方法结构调整，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中心重点稍微移动往旁边移动一下，所以达到一个新的代偿。那透过这新的代偿，这个脊椎马上就自然做了一个疗愈，自然做了一个修正。 回到它原本的、本来就有的这种状态，休息的状态，这个观念其实我认为是非常科学，而且透过上万的朋友啊、病人过去这样接触的几十年，我发现的效果是非常明显。这个脊椎一修正，其实好多、啊、内脏啊、内部的问题，其他的、其他的部位的问题都跟着修正。其实我们架构，我们人的。 有一个机械的架构啊，这个结构是就是那么重要，所以当时用这种方法带大家，大家做个起步，把这个观念给带出来，让大家很简单可以了解结构调整的一些中心理念。当然，我们有两个作品啊，在谈这个结构调整。第二个作品，我记得当时还为的我常常开玩笑说，为的 Dummy 傻瓜嘛啊。 写的是书，其实其实我最喜欢这个灯谜的系列，不晓得大家还记得是黄色的系列。所以，假如你有接触过，或者手上有，我很希望通过这两个很短的影片，带动你，啊，启发你，看这几天可不可以就开始做。而且我们这共修这几十天，每一天你都可以跟着做，用自己的步调这样做。 我在前面的微视的共修，其实也带出来，请吴老师带出一些运动，这些都可以用。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有个人的一些习惯，有一些兴趣，对不对？很多动作不同嘛、啊，啊，我是希望大家就是试着这个掌握这时间，可以一边运动，身心做个整合，记记得同时，随时把这个舌头顶到上面，舌底上颚。 想大家还记得非常重要，这样子把这个中心找回来。我相信你看的这些影片会跟我一样的，会不会很怀念当时这个活动也是蛮有意思。我们当时四千多位哦，在两个现场这样子分开。好，那就这样子我不多讲了，我就请吴老师接下来做一个多过他，我们做一个 demo。 老师，好，可不可以把这镜头摆到他身上，摆到他的手，让他做个示范？因为我带着 microphone 不方便。一个反复的姿势结构调整是个反复的工程啊。首先，他带一个一个螺旋啊，一个螺旋的这个动作，又一个 compensation 啊，等于说。 把它做一个什么意思？compensation 就是我们脊椎有有这个啊、呃，年纪大了，姿势不啊姿势的关系也好，有些人一出生就这样子，嗯、呃，所以就是颈椎跟胸椎很少人讲胸椎，我们在结构调整特别喜欢讲胸椎跟这个啊、呃、腰椎两不不均衡了、哦。 错啊，它、哦、稍微这个，所以要稍微好简单的动作就回到一个，嗯，一个一个调整啊，那、哦、这样子的话把它全面做一个这个修正，啊，经过一个代偿补偿的一个 compensation，上中下啊、哦，我讲上中下就是颈椎、胸椎、腰椎。 他会做一个调整，好简单呢、啊，完全是科学。那过去我帮助的朋友上千，啊，可能上万都有。啊，我随时跟大家讲，我们就三十四十五十岁以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因为我们用的电脑、手机啊，驼背啊，啊，那个姿势不正确，所以应该每个人都做。那现在就是请吴老师，就是手那么简单，首先往外翻。 这个反复的这个这个动作，啊，让这个啊大家体会一下啊。前面我也跟大家说过，其实已经在声明跟宇宙声明啊，这一生我要回家啊，回家，我要一个反复啊，这一生我不能浪费掉啊，这一生我来这里不是劳苦，不是不是。 不是光去为的工作生存，可能有更高的目的啊！所以用这个简单的反复，一样样我们都是反复。当然，等会也会请吴老师再带一次大家。啊，已经在做个声明，不能小看这声明哦。样样我们只要用念头声明，其实我们已经在潜意识 （subconscious） 落了一个种子啊，落了一个。 相当大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可以，可能最深不醒过来，下一次都会带去。这跟前面的影片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借用我们的四肢啊。 两个肩膀，两只腿，来达到一个对称，就是左右的对称，而且同时把这个姿势再往外做一个螺旋的动作，可以达到一个对等或者对称的这种作用。等于说，就是我们重新把中心重量的中心稍微做一点摇动，往旁边做一点摇动，将整个这个架构中心的架构重量架构，就好像。 挪开了，它摆开了，让我们好像得到一个重新、重新整顿的这种作用，非常大的作用，就那么简单。也就像前面的啊，影片我、嗯、有提到的，这最多也只是借用当时就二零一九的威斯教啊共修一个活动来带个头，这里做个提醒，因为我们七月一号的这个没有路的路的共修。 马上要开始了，所以希望我们大家把握着时间，可以用你自己的步调，嗯，尤其像你手上还有那两个作品，结构调整的作品，或者用我们过去请吴老师做的一些 demo，只要你找，应该可以找到。是不是这时候做一点复习，然后，这样子就开始做，就不要等到我们正式开始再做。我想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身心。 得到一个均衡，这是非常重要。因为用这种可以做动达到静啊，这种它是一种静坐的方法。其实一边调整结构，一边在静坐，我认为这是最容易让我们可以把身心的均衡找回来，心情做一个调整，让气气脉可以把它充满啊，这么一做。 跟我接下来我们所想带出来一些观念，维师的观念比较容易配合、嗯，可以搭配起来。我相信只要你做，你就会发现体会到这个好大的作用。要记得随时都舌底上颚，舌头顶到上面非常重要。它会就像我在影片解释，的，活化整个副交感的这个作用，也就是放松 （relaxation response） 作用。 就是希望大家透过这机会，是不是也起来投入投入这几十天的共修？尤其在这个时点，我感觉在地球是经过一个大的转变。我们在周边看到就晓得，不管是从这个地理的层面、从环境的层面、大环境的层面，是我们看到这个。 那不管在社会上，在我们心理、个人的心理的层面，都有相当大的危机，啊，相当大的分怒，相当大的隔离啊，分离。我认为，我们大家碰到那么大的这种危机，那么大的变化，那么大的刺激，这时候应该要投入，投入到自己，投在自己。 才可以把这重新稳定下来。接下来不管有多大的变化，我们其实就随时站到这个中心、稳重的中心，在看这世界。这时候可能是我们最需要的功课。好，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吴老师一起来做，通过这个影片来进行。 就把这个镜头摆到吴老师，吴老师哈，我们从从左右摇动，稍微你们往前面坐一点好不好？就是啊，靠前面一点，把这个两只脚脚心啊，它的地板上跟后面撑起来，这样比较稳不要趴的，稍微往前面一点哈。 坐坐，往前面一点坐，然后摇动，我们大腿摇动，左右摇动。你不要看我好，就看吴老师哈，因为拿着麦克风不方便。摇动，调整骨盆，我们整个这个骨盆，每一个人都需要调整。 尤其我们这样女女士生过孩子的话，一定要调整啊，好多问题是从那样开始，往轻松的往左往右往左往右，好，慢慢的越轻松越好，越不费力越好，越不费力效果越大。假如你很费力，可能会受伤啊，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然后看吴老师把两只手抱起来，好像抱胸部一样的，然后继续，你你们自己体会一下，就那么简单哦，把自己抱起来，你看那个角度也好，啊，就是哪一个部位在调整，已经改变了，已经提高了，提到胸腔了。 慢慢的摇，摇，还达到一个代偿的作用。我们要调整，每一个部位都要动起来，它自然就把中心重量的中心移动往旁边、往前后移动。移动的话，它自己才会疗愈。好，再往上面一点，吴老师，对，你看吴老师慢慢熟。 抬起来，你们自己体会，发现已经又不一样了。调整的中心已经又往上移了，又往上移了。啊，甚至手对，勾起来，又又不一样了。可,不可以切到这个第二现场，我想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做对，对，很好。 很好，有没有发现整个中心移到颈椎、脖子？啊，好简单哈。好，那现在放下来，一样的。我们两只手像吴老师，你们看到手心摆到上面，往前往后，大腿往前往后，往前往后，往往後对。 好像在搓啊，就在这个我们座位上在，在从下面再往前往，往后么有一点摩擦力这种前，啊，带的带这样子啊，你要注意到中心又回到下面腰椎骨盆，好，很、嗯、好。 很好，轻松的，轻松的，舌底上颚，同时舌底上颚在做这动作，应很轻松。啊，然后吴老师手慢慢上来，对，你看手上来，调整的部位已经又已经又移动了，往上移动了。就是、我每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做，从脊椎延伸出来，数不完的问题，数不完的问题。 这就是叫做老化，所以我们要预防好多问题，好简单了、啊，只怕不做。嗯，手对，你看这个姿势稍微更高一点，对，慢慢的就就防啊。吴老师对，有个斜度，三十度也好，慢慢的把这个部位提高。假如有五十肩的朋友啊。 不舒服没关系，不要不要勉强。其实你们最需要做这个哈，有这个问题的话，往上更往上，往上面了。啊，因为我担心很多朋友撑不了那么久，不能看我们吴老师的这个身材啊。他是不是这一生练出来的？<laughs> 跟我我说是多次来的兄弟，我的一个兄弟，很 close 的兄弟。 好多人对他都不了解，嗯，好，很好，他自己有一个心得，修行的心得，嗯，好，往上对，往上，甚至你你往上看都可以，往上看，跟我们老师一样的往上看，好，慢慢两只手合并起来，合并起来，对对，可以，你刚刚不是你刚刚那样子，对。 好像对，可以，反过来也可以，对，啊，手背碰在一起，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整个压力又不同了？它集中在某一个位置哦，在这个肩膀，在我们肩膀下面啊。好，哎，好重要的一个姿势。 你愿意？你刚刚前面想把手两个勾起来也可以。你看，我老师这样子，对，啊，你这样子好了，比较方便。是你本来这样抓的，嗯，不是啊，这样子，手两个稍微，对，好，现在这样子，我想对大家比较方便。好，对，因为这样子我们还是直线。 上下对，啊，甚至可以换一个啊，累了换一个手，左手在后面或者在前面都没有关系，换一下累了换一下。一你发现光换了手，啊，哪一只手在前面，那个部位那个点已经改变了，所以啊，好多朋友有五十间的朋友啊，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到某一年龄都有，自己去体验。 他很细，这时候就要做的很细，致啊稍微变更一点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我跟吴老师，我们会有另外一个作品，专门为的这个工作坊的朋友啊，就是啊时间太宝贵的朋友做的这样做，我们就另外一个作品会出来这样。但是自己要研究啊，只怕自己不做，很好，很好。 好，吴老师，我们先这样子啊，你也休息一下，大家休息一下，摆下来。